刚老师讲的那个作业都不知道怎么写，你有什么想法吗？啊，我们去问帅气的学长。啊，哪一个？走，我带你去。走走。学长，学长。学妹来，学妹来，这边坐，这边坐。来，手伸出来。啊，学长，我们不是来做指甲彩绘的，我们是有事情想要跟学长您请教。问事，问事找学长就对了。学长晚上有在兼职啊。来来来，我们先看价目表。国家海洋资料库 NODAS 浏览免费，查询免费，下载免费。学长，这通通都免钱哦。免费的最珍贵，获得海洋知识无价。学妹想问什么？学长，我们的报告要写台湾周遭海域的现况，但是我们写不出来，所以来问学长。什么老师介绍的？陈建宏、刘振伦、翁建二，海洋界的权威嘛。他们很好，其实学长不会讲他们什么坏话，可以去请教他们啊。去那边当作听听故事，要问海洋的事，来找学长就对了。学长，你也是九天玄女指定姐妹吗？九天玄女那是廖阿姨那边的，那个不懂海洋。学长这个是掌管海洋的海龙王，真正住在海里的，这才会懂海洋啊。来，我们来准备一下法器。这个是限定版的，这个法力无边。来，把你们手中的法器打开，来抓一把，来伸出来。想想你们大老板的脸，想想你们副座的脸，想想你们主管的脸啊！来，撒下去，撒下去，来，再抓，再抓，再抓一大把。法力无边，机敏资料不可泄露啊！恭迎海龙王驾到，上升六千公尺，上升三千公尺，上升，上升。上升五百公尺，成功二路二十五号收到。建构海洋大数据，发挥科研整合效益。哦，他已经在身边了，他已经在我们身边了。NODAS 五月三十号正式上线，功德圆满。现在让我来感应一下。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圈内人都叫我台湾全海域基础调查分析师兼出海水手暨洋流讲师海龙王马力。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网站，国家海洋资料库及共享平台，他居然比我还了解海洋。想知道台湾海洋周遭海域的资讯就靠他了。右上功能列的模式可以看到台湾周遭海域海洋的大尺度资讯，北太平洋的水温十日的每日变化，就连台湾东部黑潮的资讯也可以一览无遗。降落二十公尺，降落五百公尺，我们可以看到水下不同分层的资讯。如果套叠海流的大尺度图砖，也可以看到流场及水温的动力机制变化。模式内还有海温、海高、盐度及叶绿素等重要的资讯。想要了解台湾海洋周遭的近岸资讯，点选功能列右上的观测，马上就可以看到台湾海洋即时观测的测站。点选国海院，就可以看到国海院在这三年建置了多座的海气象浮标资料。点选图台上的图例，马上就可以看到时序列的资料，也可以用不同的海洋参数来选取，有风波、潮流、船温、高水质等。点选图例，马上就可以看到时序列的资料。NODAS 网站里也有详细的测站介绍说明，详细的诠释资料，过去的资料也可以查询，选取想要的时间区间，加入不同的参数。
如果看不清楚，我们也可以把时序列放大哦。如果想要在特定的区域看到有哪些海洋的资讯，可以从功能列的时空搜寻框定时间，选取参数，框定空间区域，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区域还有什么你想要知道的海洋资讯哦。对了， NODAS 竟然还可以看到我龙宫周遭高解析度的海底地形，点选功能类的图表，选择国土变迁列表，可以看到水下地形图，开启想要的区域，就可以看到海底的地形地貌咯。不过海底地形和我的龙宫一样，都是机密，只有特定权限的人才能查看哦。哇，学长好厉害哦！那学长，我也可以问事情吗？想要问什么？你的生辰是哪一年啊？我91年啊。91年啊，我来算一下，91年，哦，壬午年，才20岁，怎么可能？你老这么年轻，是不是没在保养？学长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价目表给你参考一下。哦，学长是1991年啊。哦，早说嘛，资料要标准化 ，NODAS 统一资料格式，不然会算错啊。哎，学长吓了一跳。1991年啊，民国80年，哦，是老妹了哎。不过看起来你最近的桃花很旺，追求者很多哦。就像 NODAS 借接了30个单位，人缘很好。学长这边有一个法器要送给你，桃花沐浴乳，哎，跟你结个缘。回家好好的使用，明年就喜事到来喽。前面提过，老师记得要包红包哦。哎呦，学长，不是要问我的运势啦，我是要来问作业的。我想比较珊瑚各地的生长环境，这部分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做人最忌讳比较了，比较会影响运势啊。要比就要来到我们 NODAS 平台来比，要计算珊瑚的流年运势，这个我们最会了。只要你懂 NODAS，NODAS 就会帮助你。来，我们一起感应一下吧。Let it go, let it go。大家好，我是来自艾伦戴尔的 Elsa 女王。现在气候暖化，我的王国艾伦戴尔已经没有冰，都变成海了。所以我本来要拍《冰雪奇缘三》，现在只好拍《海洋奇缘》了。你们想要知道珊瑚的流年运势的话，那就要了解海水暖化，因为珊瑚在30度以上太久，它就会开始衰弱变白。那现在就教大家怎么来使用 NODAS 查询海面温度吧。我们在图台的工具列开启观测，然后再开启海温，你们就可以看到在地图上面有监测海温的浮标的图示。接下来我们看到屏东海域这边呢，有小琉球以及垦丁南湾的浮标，我们将这边浮标的资料加入比较，就可以把这边海温的变化的比较图显示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小琉球这边，在8月的时候呢，它的平均的海面温度都高于30度，那这样就有可能会引起珊瑚的白化哦。哇，从刚刚的图片来看，9月份后的水温就下降了，哎，珊瑚礁的状况是不是就好转了？ Elsa 女王，可不可以再指示一下，我们看得到珊瑚礁的生物资讯吗？想了解历年珊瑚礁的生态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点选图资搜寻里面的图台查询，框选小琉球这个范围，那它的海洋生物列表就会在下方出现，像是有微孔珊瑚、脊背珊瑚以及鹿角珊瑚等等。我们点选图片，可以看到鹿角珊瑚的外观就像麋鹿的角一样的分支状。另外我们还可以点选定位，不用感应，一秒就带你到小琉球美人洞哦。这边所列出的这些海洋生物呢，都有可能受到高温的冲击，我们可以透过 NODAS 的这个查询的功能，
帮助科学家们拟定下一次调查的优先顺序，再回来看看这片海域这些生物复原的情形哦。另外 NODAS 还有四种多元的查询功能哦。第一，关键字查询，例如搜寻豆娘，就可以看到它是一种雀鲷科的鱼类。第二，图台查询，就是我们刚刚使用过的，我们可以框选一个区域，就可以列出这里有哪些生物。Elsa 女王，这次换我来试试看。首先，我们框选澎湖海域。接着查询结果有轴孔珊瑚，最后我们就可以定位疫苗降落到澎湖观音亭。第三，种类查询，这边总共有20种的海洋生物，点选鱼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收录了有1000多种的物种。第四，生物分类阶层数查询，我们可以由界、门、纲、目、科来索引所想要查询的生物哦。那再让我来试试看吧。哇，这样就可以查询鹿角珊瑚科有哪些珊瑚了耶。 NODAS 的查询功能真的很多元，好棒哦。不仅让你以文查图，还可以以图查文哦。哦，原来 NODAS 上面可以比较查询生物还有环境资料啊，赶快笔记下来。学长，老师上课时还有提到 internal wave 内波，学长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是说 wave 吗？电波、音波，学妹想要双波拉提啊，这个不在我们家目标里面耶。不是啦，学长，是老师在课堂上说，去年有一个海上的异常现象，好像是印尼潜舰不知名原因沉入到海底。学长，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问我就对了，只要你看对网站，网站就会帮助你。来，学妹，我们一起来感应一下吧。Iron Number。如果要观测我们特殊现象的卫星影像，可以到国海院所建置的 NODAS 影像，按进去之后，你可以在右侧的工具列的部分，可以看到海洋事件的这一个栏位的部分，把它点击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目前国海院所建置的相关的一个事件，在其中就有你们所问到的2021年印尼内波，印尼政府在2021年发生潜艇事件的时候，有透过日本向日葵卫星了解到那边当时就有明显的内波通过，由国海院所建置的 NODAS 平台部分，如果点击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会直接跳到印尼的附近。如果你将这几个像是勾选起来之后，就会看到当时2021年4月21号印尼潜艇发生事件的位置，以及它有可能产生内波的部分。由上面的话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条一条的波纹，它就是内波通过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证据。因为内波本身是自身涡旋的部分，它会使得水下潜体或是我们所谓的物体会有一个明显的突然的往下几十公尺的一个下沉，之后它又会往上几十公尺，这来来回回实际上会造成水下的物体有明显的一个受损。除外，它是让它本身的流减切力也会造成物体在通过时也会明显的一个受损。在台湾的南海以及东海，事实上也有发生类似的内波的一个现象可以看到。它除了对台湾本身的渔业、生态环境、国防安全、工程的部分，事实上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后续在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个助力的部分。可再透过 NODAS 的水文及数值模式资料，进一步借由水下温度及流场数据，来了解水下内波通过的影响，以提供后续相关活动之参考依据。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哎，那要不要问一下学长我们暑假的规划呢？好啊，既然都来了，不问白不问，快你问你问。学长，我们想要在暑假规划骑脚踏车环岛，要一日双塔，学长有什么建议吗？双塔是莲池潭的龙虎塔吗？要记得进龙门出虎口，这样才能保平安哦。
不是啦，双塔是自行车爱好者的挑战目标，以台湾本岛最北端的富贵角灯塔骑自行车绕台湾半圈，到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怎么可以只走一半？要环岛才能圆圆满满啊。那要怎么规划呢？让我来告诉你，只要你懂 NODAS， NODAS 就会帮助你。来，我们一起来感应吧。大家好，我是国海院的小智，我的兴趣就是开车四处逛并抓取可爱的宝可梦，偶尔客串宝可梦大师啊。大家知道要去哪里抓取稀有水属性的宝可梦神兽吗？当然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啊，但不是蒙阿波，也不是玉山山顶，而是灯塔。想不到吧？就由大师我为你解惑。台湾灯塔有四个极点，分别是青龙宝岛最东端三貂角灯塔，白虎宝岛最西端国盛灯塔，朱雀宝岛最南端鹅銮鼻灯塔，玄武宝岛最北端富贵角灯塔。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门前别忘肩上 NODAS， 今天就一步步带领大家来捕捉宝可梦的神兽吧。首先打开 NODAS 网页，点选台湾的海洋本岛的海岸图层，就可以看到国海院收录许多台湾海岸的景点，里面包括不仅是简介、经纬度、所属海岸分类等等相关资讯，而且宝可梦神兽也在里面哦。大家可以在 NODAS 网站搜寻鹅銮鼻灯塔，因为我常去很熟，所以我知道它的经度是 120.85275， 纬度是 21.902458。 当你在 NODAS 网站输入坐标定位时，就可以到达鹅銮鼻灯塔，到时候你只要往前一丢，就可以收服相关宝可梦。相信我，相信 NODAS， 你的宝可梦就会满出来咯。当你出去玩，想看什么想玩什么，只要上 NODAS 网站一定没问题的啦。这样的指示你们都了解吗？其实不用到学长这边，只要拿出你们的手机， NODAS 就在你们身边。哇，谢谢学长。好，来，学长最后开个符给你们。自行援救全欧趴，研究量能顶呱呱， Q1 Q2 随便拿，展望国际好顺畅。来，拿回去好好宣传，加入会员，照三餐登录，会有惊喜哦。好康抱抱 ，NODAS 内还可以把想要的海洋资料下载下来哦。先登录会员，可使用三大主流平台会员登录，再从资料集中选取想要的资料项目，填写原因及用途后送出，就可以到达图台车站，选择车站，选择时间区间，再选择资料格式，就可以把资料下载到自己电脑咯。如果是图砖资料，则填写原因及用途后送出，就可以把 SHP 格式资料一样下载到自己的电脑哦。如果是管制资料，就需联系原资料产制单位提出申请， NODAS 会帮你传送至资料产制单位网站。最后机敏资料则需进阶申请，这里就需要填写必要的资讯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NODAS 则会进行后台审核，审核结果会有专人联系。好了，我要回龙宫了，退驾。
喂，周先生哦，明天送一箱乖乖过来啦，要国海院加持过的哦，资料库要稳定，要绿色的哦。